guys, welcome to Media's video. 我是刘星。怎么一片？对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在跳，这个是我。然后大家也很好奇，我左边，我 skin 的右边那位是谁？是谁？谁呢？满脸都是血。嘣！对，万圣节气氛吗？对，还有一句换 skin。对，万圣节气氛嘛。然后我连脸都重画一下，我看一下外套、裤子、帽子。好了，你可以把帽子脱掉。然后我们那个就很帅，超帅有没有？这根本就双胞胎嘛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们 skin 有什么地方不同。等一下先让我有啊，刘海不同啊，刘海不同啊 ，OK。那我们就看刘海分类了。好，然后我们上次就在这边跑酷卡的关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啦。刘海的粗细不同，粗细？对啊，你的刘海比我粗哎、欸，那不咋、啊，就是那个有颜色挑染的那个，对，挑染。哎，你先过去啊，我先过去。你确定不要 OP 吗？好 ，No。真的？嗯。那有可能我们在跑酷这边会卡很久。我快转了。喵喵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我用那个喵喵喵，然后 YouTube 跟我说有版权问题。哦，应该是、啊。有人检举说有版权问题。哦，这帮人脱下来！有人检举，哪个屁孩？这让我想到我们团内之前有个屁孩，叫做阿丘，记得吗？嗯，嗯，是啊。啊，自从那次以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把屁孩都叫做，我们只要玩任何游戏看到屁孩，我们都叫那个名字。啊，你忘记挑和平，挑和平对不对？这又不是和平，好吧？对啊，这是和平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因为不然他干嘛给死我？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而且如果是挑和平的话，就没有那些怪物了，幽灵。反正那个食物这件事也没差了，而且你知道这个地方很靠呗，那边人家暴冲恶怪。Oh no shit！算了，我要去找那石矿主专用道路。哪招？我去撞到狗。刘星。啊？这么快吗？啊，对，我好像忘记开了。哇塞！好，我们下个画面见。下个画面见，拜拜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那我们继续吧。我们继续吧，我刚刚走石矿组装用到了。好了，我来了。虽然有点不管了，而且我们要挑那么多。哇塞！掉下去就要重来。你看这个牌子，防震球总共300公吨。哦，我听到小张炳德的声音。我听到小张炳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走？往这边吧，那边有按钮。啊！谁？干嘛？你跌？我掉下去。我通常都会做十三岁。哎、欸，这个地方不是那个吗？欸、搞屁哦！那叫我们下来有什么意义吗？等一下，那你不放我出去？那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什么地方。而且有什么箱子没拿的？是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记得这边有个那个什么广播室啊，广播室应该有东西吧？没东西。但是有个蛮恐怖的声音。那你放我出去。红电源，哎呀，我要开电源了。放我出去。
等一下，我在那个，我在调整那边。声量其实从广播上看。好的，小屋子，小房间。那等一下你现在能出去了吗？我不能啊，里面没有钥匙，没有那个。真假的？那我放你出去了。我拖。啊，问题我们这边就只有一条路啊。下面有看到东西，在有看到其他路吗？啊，那连闪器啊，我刚看到，我是看的。天啊，这连闪器也太多了。还有我那个，这边真的要跟作者说一下，这边连闪器太多啊，那个。有门吗？怎么都淹水了？没问题吧？我记得门也锁住了，是只爬机关上去了。哎，可以爬水。意思就是我们要爬回去，我们要回去原本的地方。哦、那么卡怎么爬？赶快走！那么卡怎么爬啊？天啊！我爬！我整个超卡的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有差吗？我们就下来。开个电源回来，对，开电源。哦，我看这边有小伤的声音，好大声。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没事。你等一下，你先不要过来。你先不要过来。等一下，你过来了吗？你上次把那个钥匙给拆了。可能是 bug， 我轻轻碰它一下就挂掉啊，怎么会呢？好了，到时候我们，我操！来，等一下！怎么那么多题？我用时钟考你哦！我用牛排考你哦！我挂掉了，不要挂了。小橡皮什么时候鞋变那么厚？走吧，我吃了腐烂的苹果。哦，开了。这边就是神圣的，哦、神圣的，你已经先进去了。这什么地方？是怎样？哎，好帅、哦！这个好帅！刘星，你不要动，好帅哦！那是怎么做的？哎，超帅的！学一下，我要学一下，啊、不然等一下地图拿来拆一下。哦，好帅哦！这怎么弄的？哇哦！就这边是干嘛？这个是上面哪里啊？感受神的力量，跳跃吧！闭上双眼，达到屁啊！跳跃最好能到达屁啊！有用吗？哇哦！神的力量哎！哎呀！操！哎呦，没事。我飞上来了，神的力量好强大。这个好 ，OK。这是什么？神的力量，天堂路这是神的力量。天堂路，天堂路。等一下，天堂路不是那个吗？当兵的时候在走那个。啊？挖人啊，就是什么？我记得好像某一组那什么成年礼，是、啊、要走一个一路圈。哇哦！你知道天堂路？爆掉了，啊、我被抓到了。爆掉了。那你爆掉了。刚刚这边有一个门，然后就突然啪。哇、wow, 哦，你开创造哦，啪，开创造哦！ No, 我没有作弊，柱子似乎有不可思议的。哎、欸，真的蛮神的，真的蛮神的，才怪！在麦块世界，在麦块世界里面，什么都是神，那是什么？虽然只是雕像，却流血了满地的血，头像，头消失的女神像，神怎么会变成？哎呀！会变成这样子，这里发生什么事？虽然只是个雕像，血流了满地，头消失的女神像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两个一样的？我按了两次。啊，走吧。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好帅哦！这边有什么东西吗？好帅、啊哦，这不是解谜，这有像神殿的样子。这是 RPG 有双位的气势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行，这是恐怖地图，16个水桶啊。铁桶。
超脱时间的人才可以进入。好乱，不要随便拿、哦。那我拿一个走。不要随便拿。我想拿一个走。我想拿个，好吧，这里面我都不需要。我的废物。道路圣水。我们哪里有圣水手榴弹啊？不是不是不是。要找费南多吗？这哎，这边有个。好冷哦。太阳什么时候升起来？我想要这个。那些星图名单上的人。已经渐渐想起来了，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好想再跟他们聊聊天，找到圣水手榴弹再去神向神祈祷吧。好像有哪里的玩开心。然后圣水手榴弹是怎样？能跟我讲一下吗？好，那时候我们圣水手榴弹在哪？不知道，因为是储藏室，还是另外一个地方有什么门开了吗？因为对面刚刚好像还有一个门，对，对面那个门开了。还有门开了，然后蝙蝠哎、欸。那等一下，那个流星啊！哎、欸，我们一人一个，哎、欸，千喵哎、欸，打死！没有，我最近看到蝙蝠就想到千喵在我旁边飞来飞去，然后我就想死他。好啦，哎、欸，流星你变蝙蝠了，神圣之拳、欸，神圣之拳，哎、欸，这是迷宫哎、欸！等一下，你不要那个吗？等一下，你先过来。哎、欸，我在你后面。等一下，在这边，来，八个给你。来，好了，我们分头。迷宫要怎么走呢？往你的左手边一直靠。火药。迷宫正确的走法就是你要左手扶着墙壁，然后一直走。就是像老鼠一样乱窜、嗯，然后结果窜到最后又窜回重生点，对，重生点起始点。你一直在打雷，你那边会那个吗？ No, 你要在拍片，还蛮顺的啊。哦、oh, ，对你连开着光影拍都蛮顺的。又拿到什么了？我们不会要做 TNT 吧？ TNT？ 我拿到一个火药跟一个沙。它规则里面有说可以合成方块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有光了，我这边有光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有光哎、欸。光？有。什么光啊？你有看到我吗？我看到你的名字在遥远处。对，你只沿着左手边走。我感觉沙是永恒，充满火药味的战场，墙壁炸裂着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迷路了。我觉得作者好有闲，那还有时间可以写一首诗。诗就像那个机器人一样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真的迷路了。在这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走错路。在我的队，在这边，这里，刘星有看到你，在这边，来，我这边，这里，然后呢，这样走啊，有看到光了吗？我走错路了，我想说哪里看到光？那有没有看到墙壁有点光？有啊，在这边，对，有没有觉得热的？有没有觉得热？有没有觉得你像热？不，充满火药味的战场，炸墙裂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要站后面一点，等一下爆掉。说这边要放个 TNT 哦。等一下，不是，这个是没有，我们迷宫还没走完呢，不是吗？你迷宫走完了吗？哦、oh, ，What the fuck！ 我已经找到了、啊，找到那个沙跟火药， oh, 然后丢进去。就这边是怎样？哇、wow, 哦，这边好危险哦，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。冲啊！德玛斯，我很歉意在走的啊，我很歉意在走的，我很歉意在走的。哦，是啊，我都说我很歉意在走着了、啊，你就不能让我活着吗？德玛斯，啊，哎、欸，死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而且，我刚跑到一个好奇怪的地方，好像是那个你了的，需要一点技术。哇，我是没技术。我觉得我们 TP 还是要拿回来。流星支持我吗 ？TP No， 德玛塞亚，我到底啦！这边观众会看到我们一直隔壁好几次。很。哎、欸，等我，我要过去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都重走啊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重新点乱跳，我刚才跳了一个很奇怪的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去嘲讽那些怪物，什么嘲讽那些怪物？
就让那些怪物看着你。哦。哦，我要重走。你去嘲讽一下他们吧。嘲讽。让他们只想攻击你这样。哎嘿，在这哦。安安。哇，他一直在射我，好恐怖。啊，我射到我。我是神射手，真的。真的是神射手，我剩半命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嘲讽的效果。哦，我的嘲讽的效果，我又被挂掉了。你给我 TP 好不好、啊？没有射水嘞。你给我 TP 好不好、啊？我想过去那个地方、欸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嘲讽他们吗？为什么还没射到？给我 OP， 给我 OP， 给我 OP。我自己也没 OP、啊。给我 OP， 给我 OP。那你是怎么带我过来？神之秘籍，对啊。快点，给我 OP， 给我 OP， 快点给我 OP。不是啦，那个是，我直接用那个开武器打的。啊，好吧。这个老是从这边无限水。你不觉得有点？圣水，我有圣水手榴弹了。多捞一点。所以现在要怎么去？要跳回去。哎，出不去。好了，哎，我嘲讽他们了。咻咻，嘲讽。啊哈！你掉下去。啊哈啊哈！God. You guys. 我为什么在这边的时候？我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走回去。等一下，怪物消失哎！皮卡他又来了。等一下，游戏，你知道回去的路吗 ？No， 我知道哦，我可是把这张地图给吃了。我已经走回来了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我走回来。所以我们要把圣水手榴弹拿去丢盐。Fire Home， 来，要怎么？那时候是丢下去的。道路圣水还是丢的、啊？丢了，没用。有此道路。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不用捞那么多桶。没有，我只是喜欢多捞几桶。只差我超妖，超妖，超妖，超妖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快夺走灵魂，那我们就要赶快走。